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决策，讨论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我们在前几讲呢，已经谈过了生产哦，谈过了生产函数。我们说，如果你要了解厂商的供给决策呢，你一定先要先了解厂商的成本长什么样子。要了解厂商的成本是长什么样子，你要先了解生产函数。那我们已经讲过生产函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成本函数哦。我们就要来谈成本函数。什么是成本函数呢？成本函数呢，是表达成本和产量之间的关系哦。一样，不同的产业呢，不同的厂商呢，他们可能成本函数会不大一样。可是呢，基本上呢，你都可以试着用数学式来描述哦，不同产业哦，不同厂商他们成本跟产量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成本函数呢，就是试图去把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呢，用数学式来表达它。那什么是你的成本呢？哦，你的成本非常的简单哦，你的成本呢，就是你的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成本哦。我们刚上两讲的时候有谈到生产函数呢，表达什么呢？生产要素投入的量跟产出的关系，生产要素投入的量跟产出的关系，这个叫做生产函数。那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你投入变多的时候呢，你会有成本的哦，你会有成本的哦。你生产要素投入量，你找什么？多找工人来哦，多买机器设备，这些东西是有成本的哦，这些东西是有成本的。那成本是什么呢？就是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乘上价格哦，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乘上价格。比如让你今天使用200哦，使用了200个工时哦，使用200个工时哦，200个工时投入，那平均每工时啊、每工时的价钱呢是200块钱，那你的使用劳动投入的成本是多少？就是200乘200，就是40000哦，所以这个呢就会是你的成本。那可是呢，你不会只使用劳动吗？你还要使用资本啊，你还要使用技术啊。那使用资本的成本是什么呢？哦，使用资本成本一样啊。比如你今天使用十台机器啊，你可以想到说，哎，你这十台机器呢，不是用买来的，你是用租来的。那你租机器来，你是要付租金哦。十台机器，每台机器的租金是1000块钱，那你的使用机器的成本就是多少？1000块钱乘上十台机器就是10000嘛，所以这个就是你使用劳动投入的这个成本哦。那把这些成本加起来，把这些使用生产要素的成本加起来，就是你的生产成本。那描述生产成本呢，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成本函数哦。可是我要强调一次哦，哦，这个使用生产要素的成本在这里哦，那这边呢是你的产出，所以在成本函数里面，它表达是产出跟你的生产成本的关系。那产出为什么有成本？因为你要生产东西的时候呢，你是使用了生产要素哦，你使用了生产要素，使用了这些整整的生产要素呢，使用量再乘上价格，就会变成是你的总成本。那描述你使用这些生产要素呢，你会有一个产出出来哦，所以表达这个总成本哦，你总成本跟这个总产出，你中间是使用你的生产，使用你的一堆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乘上价格哦。得到成本跟产出，表达这个成本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叫做成本函数。表达产出跟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成本函数哦，这个叫做成本函数。那怎么样从这个生产呢？哦，生产函数哦，生产函数呢，再搞到这个成本函数，我们下一讲会讲哦。我们下一讲会讲，我们这边讲有点复杂，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成本函数呢，是从什么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乘上价格得到总成本，可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时候呢，也会得到个产出，连接这两个是成本函数。怎么样跑出这些东西来？我们在下一讲会讲。你现在只要记得，成本函数呢是在讨论产出跟成本之间的关系，哦，产出跟成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成本呢，其实是因为你要得到这个产出呢，你使用了一些生产要素，那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乘上价格，就会得到你的这个总成本。哦，得到你的这个总成本。那在计算总成本的时候呢，要想到一件事情，常常呢，哦，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这个事情，人哦，这个中小企业主呢，哦，包括同学将来如果出去创业，哦，有时候都在想说，哎，自己要创业，在设想说那个创业计划，在写成本的时候，
有时候常常忽略自己的付出啦。什么叫做忽略自己的付出？是说，比如像说你在自家开早餐店，在自家开早餐店，然后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自己家里面的房子哦，用的是自己家里面的房子啊，用的是自己的劳动力，那忽略了自己用自己的房子呢？我们刚刚说用自己的房子哦，那自己的房子也是生产投入啊，那、啊、你要付租金啊，可是因为是自己家的房子嘛，所以不用付租金，那、啊、你就忽略了这一块的成本。那自己呢，付出劳动力哦，自己付出劳动力啊。也忘记算自己的薪资，好，忘记算自己的薪资，也忘记算这种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比如像说，过去你我有一些这种经验，我相信各位同学也有这种经验。然后，家里附近总是有一些开起来，哦，那些看起来惨淡经营的这些可能早餐店啊，或可能午餐店啊、便当店啊，总是家里附近都有这种店。然后啊，以前我们在这一带也有一些火锅店，也是这个样子嘛。然后就每次经过都没有人，哦，或者说可能偶尔经过看到里面一个人、两个人。那你会很纳闷啊，哇，他们怎么撑得下去？那你就去问他说，哇，生意卡歹，啊，为什么你个贼？伊讲啊，不啊，这厝来这都家己的厝嘛，啊，不用付房租哦，因为不用付房租，所以成本比较低哦，勉强还可以存活下去啦。哦，这样说可能也对，因为你不用付自己房租，所以就没有现金流的压力哦，没有现金流压力，所以如果那个什么人来了一个两个嘛，给姜谈嘛，给姜谈。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样不是在善用，这样。不是在善用你所拥有的资源，然后不是在善用你拥有的资源，为什么呢？你大可以把这间火锅店收掉，然后呢，把这个你自己的房子呢租给人家，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房子租给人家，那这样子呢，是不是赚的会比较多啊？这个才叫善用资源嘛。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什么，你用自己的房子呢，哦，当成这个当成这个营业场所来营业，然后呢不需要付房租，那你不需要付房租就想说啊，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成本。如果你这样来想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是这样来想的话，其实你没有善用资源，那你没有把这个算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会了解到你其实并没有在善用资源啊。啊，如果你把这个什么，你用自己家的房子来做生意，那应该要付给自己房租的这件事情算进去，你就会得到说，哎，想想我看起来像每个月在做生意的时候，这个利润其实是负的。那、啊、利润是负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对耶，我应该要把这个店收起来，因为利润一直是负的。然后我应该要把这个店收起来，然后呢，可能想说把这个店呢租给人家。那、哦、所以如果把你自己使用自己店家里房子该要付的店租算进去，那你会想到说，你就会想到这个事情，想到说我可能应该要把店收起来才会比较划算。然后那这时候你会想到这样资源运用比较有效率。同样的，如果你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当成本啊，然后呢？自己没有付给自己薪水，想说，哎、欸，我每个月这样下来，我可能还给 Gam 探哥几了满扣。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去小七做店员，搞不好比这一两万块还要多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算这个东西进去的话，你不会得到利润是负的这个，你不会得到利润是负的这个事实。然后你可能每年都觉得每个月都觉得，哎、欸，好像还有挣的一些现金流进来，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做下去。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算进来的话，你就会知道利润是负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想说，我可能要把店收起来，然后去小区那边做，这样才会有资源比较好的运用效率。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那我要怎么计算自己付出的成本？比如像我刚刚讲，你用自家的店来开早餐店，然后呢，你要付给自己房租啊，你要用你自己下去做啊，要付给自己薪资，那你要怎么设算自己的这个薪资，设算自己的店租呢？哦，这个是个问题呢，吼、哦、啊，怎么设算？哦，有些你在那个什么，我们在常常在那个报章杂志上会看到一些冠老板的发言啊，什么发言？那就说，我做生意呢，从来不付自己薪水，薪资都算零。哦，你可以这样算吗？薪资都算零？啊，当然，这些冠老板为什么这样讲？他就说，因为你看，我都不付自己薪水，都算薪资零，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我们工作呢，应该也抱持着学习的心态，薪资应该让你看我自己都付薪资都算零，可是你想想看，他薪资负零，可是他拿利润啊，因为工资他自己的啊，薪资如果是零，他从另外一手拿利润出来，所以这个人家就说这个是什么？对，叫做讲干话啦，哦，这个叫讲干话嘛，哦，那前几年啊，应该也不是前几年，去年嘛，我也听到一个这种号称要扶植弱势的这个什么农业的企业啦，哦，哪一件我就不说了，他们也在讲这个事情，他说你看年轻人要创业就要抱持个什么呢？八年不拿薪水的这个心态，七八年不拿薪水，现在薪资哪领啊？啊，要这样创业才会成功。没错啦，你要这样鼓励人家，哦，
可能也可以讲你自己那时候多辛苦哦，这样好像也可以。可是这样子要求年轻人，所以你也应该薪水拿零，来我这边保持学习的心态，这样好像就说不大过去。而且因为他薪水拿零，所以勉强看起来得到利润是正的数字，其实就掩盖说，其实他们这间企业呢，其实是没有在有效率的经营啦。因为你其实利润是负的，搞不好你做其他事情对社会会更有贡献也不一定。然后，对啊，你自己因为薪资拿零，所以才勉强得到一个正的利润。如果你把自己的薪资设完进去，搞不好你会觉得得到利润是负的，其实你们是应该要把企业收起来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把店租、没有把自己的劳力当作成本算进去的关系，那你又或者说你要算进去也可以算说，哦，我自己薪资就领零哦啊，所以你看你们年轻人也要这样干，那，啊，这样公共哎说不过去了哈，哦，这样就是讲干话嘛啊，所以接下来就碰到一个问题啊，那我要怎么算自己的薪资？一个 idea， 你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算哦，你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算，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不开这间早餐店，你还可以去哪里工作？哦，比如像说，如果你今天不开这间早餐店呢，你可能可以去7-Eleven 去小七当店员哦，去小七当店员，或去小七当店长。小七当店长，你可能一个月拿30,000块，那你是不是可以合理的这样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间早餐店，我最好的机会就是去当小七当店员。那我去当小七当店员的话呢，我一个月可以领30,000块，那我就用这个30,000块呢来当做说，如果我做早餐店的话呢，我应该给自己薪水30,000块。哦，那你看这个样子的数字合不合理？这可能就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啦，哦，对不对？就合理的数字啊，你不会说，我薪资领零，哦，薪资领零，然后另外一手拿利润，哦，啊，这个就是讲干话，然后再这样讲干话嘛，哦，所以你可以说，哦，用这个机会成本呢，哦，用机会成本呢来认自己应该要给自己多少薪水。那同样的，这个店租也是嘛，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店呢，哦，这个自己的房子呢，哦，你有机会呢租给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呢给你这个店租，那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我自己拿给自己开早餐店的话，我自己的这个早餐店付给自己的房子这个店租，应该也要用这个数字啊，这样子算出来呢才是比较合理的利润的数字，你也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到说，所以我做这个生意到底有没有利润啊，真正的成本应该在哪里哦，所以你应该用这个方法来算，然后那过去很多中小企业主的时候，在算自己的公司的成本账的时候，其实都忘记算这两个啦。那事实上也是因为会计上，你确实可以透过操作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劳动力使用的这个薪资的这个价钱呢，来让这个账面的数字变得好看。那个土地的租金啊，房屋的租金也是可以，你可以说，因为是用我土地，所以租金是零，看起来财务报表非常漂亮。可是呢，即便是你可以用合理的用会计准则让你的财务报表变漂亮，自己身为经营者要能够还是要把这个东西两个东西算进去，才能够合理的知道说，我做这个生意到底真正的利润数字在哪里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用自己的房子哦，用自己的钱哦，用自己的劳动力，都要记得把那个成本算进去哦，记得把这个成本算进去。好，那谈完这个成本呢，应该要算哪些东西呢？我们再回到刚刚讲成本函数哦，什么是成本函数？我们是说这个东西的描述产量跟总成本之间的关系哦，描述产量跟总成本之间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哦，我们可以把这个产量呢，哦，产出呢，哦，产量呢跟总成本的关系呢，一样可以用图形来表示哦，一样可以用图形来表示哦，产量跟成本关系，这边就只有一个变数了哦，所以就很简单，用2D 的图就可以来表示。那一般来说呢，总成本函数的形状呢，大概长这个样子哦，大概长这个样子。第一个最大特色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产量是零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付一个成本。产量是零的时候呢，还会有个成本。那这个成本是什么？这个叫做固定成本。哦，这个叫固定，什么意思？我们有说哦，上一讲的时候有说，我们在经济学里面呢，哦，在这个基础的经济学里面呢，当我们讨论生产跟成本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短期的生产决策啦，我们通常讨论的是短期的生产决策。那短期的生产决策呢，为什么叫短期？哦，是因为有些生产要素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哦，有些生产要素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调整的。所以短期的时候呢，即便你的产量是零，即便你不找任何的劳动力来，不投入任何的劳动力，你其实还有一个生产要素是你不能调整的，你原本就摆在那里，因为你没有不能调整，所以才叫做短期嘛。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资本投入。哦，我们上一讲里面有讲到，这个资本投入呢，通常叫做固定的生产要素，对不对？即便你的产量是零，哦，你还是有这些机器设备在这边，那你的机器设备呢，可能是跟人家租来的或房子
房子土地是跟人家租来的，那这个租来呢是打契约，打一年的契约。通常你去租房子的时候，你会打一个月的契约吗？不会嘛，打一个月契约没人会理你啊，通常一签就签一年嘛。所以你到这个年，比如像一月签的契约，到六月、七月的时候，你决定哇，这个很像我今下个月呢决定要去休假哦，不做任何劳动投入，不找任何劳动投入，产出是零。请问你这个租金要不要再付？当然要付啊，你签约签一年啊，对不对？你签约签一年，租金还是要付 啊。这个租金的付要付的东西呢，就是固定成本。你签约已经签了，即便你这个月决定产出是零，你还是得付这一条。哦，你还是再得付这一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短期决策下呢，资本或设备的数量没有办法改变哦，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跟别人租机器哦，来跟别人租房子，那这个租金约签下去的短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我要调整这个数目。然后你就怎么样，就不用付这笔钱，你还是得要付这笔钱哦。所以这个叫做，哦，这个叫做，我们就说这个叫做固定成本啦。啊，如果你用自己的机器设备呢，是不是不用付这个钱？刚刚有说啊，用自己的机器设备，你要去设算一个租金嘛。哦，你用自己的机器设备，你要去设算，因为你的机器设备搞不好也可以租人家，搞不好可以租人家。只是说，如果你在短期决定产量之前，你要临时租给人家，可能人家也不会理你嘛。哦，人家也不会理你嘛。哦，所以在我们说在短期的时候呢，资本哦，设备这个数量没有办法再改变，就算你的产量是零，你还是得付出这一笔哦。所以总成本函数呢，通常哦会有这样的形状，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块，这么一块。那我们说呢，这个总固定成本呢，是不管随着你的产量怎样的变动，因为在短期决策的时候呢，资本设备的数量无法改变啊，数量没有办法改变，数量乘上价格得到这个固定成本的钱呢，也不会改变。所以总固定成本呢，不管你的产出是多少，总是一个固定的这个直线哦，总是一个固定的直线哦，总是一个固定的直线。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总是一个固定的直线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总成本呢减掉总固定成本哦，另外一块就是总变动成本啊，哦，就是总变动成本啊。我们说总成本呢是总固定成本呢加总变动成本而来的哦，总变动成本而来的。你可以这样想，我们那时候在讲说，生产的时候呢，我们说有生产，有这个什么，有变动的生产要素，也有固定的生产要素，对不对？变动的生产要素，所以既然生产要素分两种，所以成本呢，你也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不管你产量是多少，它的成本呢总是没有办法变动，因为它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没有办法变动，所以生产要素乘上价格的所得到这个成本也没有办法变动，这个是总固定成本。那扣除总固定成本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总变动成本嘛，生产要素就两个而已嘛，一个是固定的生产要素，一个是变动生产要素，所以固定的生产要素所衍生出来的成本叫做固定成本，变动的生产要素所衍生出来的成本叫做变动成本。所以我们说总成本可以分成两块，总固定成本加上总变动成本。哦，那短期决策的时候呢，你只能够决定劳工哦，劳动投入的数量哦，劳动投入的数量，也就是说呢，你在短期决策的时候，我们说生产要素哦，资本哦，跟劳动啊，有时候还会有技术啊，在这个比较简单，可我们不谈技术哦，把它略去，就是资本投入跟劳动投入啊。短期的时候，你只能决定劳动投入的数量。那透过劳动投入的数量呢，你知道说产出会变动，那因为劳动投入的数量的变动呢，总成本也会变动哦。那总成本或者总变动成本也会变动哦。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总成本呢扣掉总固定成本呢，另外一块就是总变动成本，那你把它平移下来，这一块呢就是总变动成本的这个图形啦，那它就是总成本扣掉总固定成本的上面的这一块。那这个总变动成本为什么它的成本会变动？因为你的劳动投入在变动嘛，你的劳动投入在变动，你的产出也会跟着变动哦，你的产出也会跟着变动哦，所以你的产出跟着变动，你的劳动投入变动了，所以你的那个劳动的成本也会变动了，所以就得到这个样的一个图形。那这个图形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呢？这个跟生产函数有点关系哦。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会来串，把这个东西串联起来哦。可是这边呢，我们就让大家知道说，哎，你看到这个总变动成本呢，它会长这个样，它会是这个样子哦，它会是这个样。然后总变动成本加总固定成本呢，会得到这个总成本，然后得到这个总成本的图形。图形为什么长这个样子，跟生产函数有关系。那这个到下一讲呢，我们才会再继续讲。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再复习一次，成本分成两块，一块叫做固定成本。这个固定成本呢，是短期内不能调整的成本哦，比如像资本。使用资本所要付的这个租金哦，使用资本所要付的这个租金哦，这个租金
变动成本哦，这个就是短期内呢可以调整成本哦，比如像使用劳动，劳动投入你所要付的薪资哦，你所要付动的薪资哦，所以固定成本呢，在付息下，即便你的产量是零，你还是得要付出这一块。变动成本呢，会随着你的产量变动而变动，因为变动成本呢，等于是说随着你要增加产量的时候，你就多雇用劳动，多雇用劳动，你就得要多付这些劳动投入的钱哦。那因为多雇用劳动，你的这个产量也增加，所以短期呢是透过变动劳工、劳动成本变动、产出的变动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成本分成两块哦，分成两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平均成本的概念。什么是平均成本呢？哦，平均成本就是总成本除以产量哦。我想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有谈过。平均生产力，什么叫平均生产力？就是你的总生产力除以那个劳动投入。所以你可以说，平均生产力就是平均每劳动哦，平均每个劳工的产出，或者平均每工时的产出。那同样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谈一个平均成本的概念，也是总产出除以产量哦。所以他在讲，就是说平均每生产一个东西，你要付的成本是多少哦？平均你每生产一个东西，你要付的成本是多少哦？所以是平均成本。那这个我们说呢，这个总成本是什么呢？它是总固定成本哦，加上总变动成本哦。这个总成本哦 ，total cost， 它是总固定成本 ，total fixed cost， 再加上 total variable cost， 总变动成本 TVC 哦。总成本是这个东西，所以平均成本它是既然它是总成本除以产出，那也是 TFC 除以 Q， 再加上 TVC 除以 Q 哦，再加上 TVC 除以 Q。那同样的呢，我们就可以再继续把 TFC 除以 Q， 把它写成 AFC。什么是 AFC？ 平均固定成本哦 ，average。所以我们 A fix F cost C 哦 ，AFC average fix cost， 然后加上呢 AVC 哦，平均变动成本 average variable cost 哦。所以我们平均成本呢，可以把它写成呢 AFC 加上 AVC， 就是平均固定成本加上平均变动成本。好，那我们怎样把哦平均成本的这个图画起来呢？哦，就像我们刚刚在画这个产出跟总成本的关系，我们一样也可以画出这个产出跟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哦，我们第一条来谈 AFC， 这个是什么呢 ？Average fixed cost， 平均固定成本。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什么是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就是总固定成本再除以产出。那总固定成本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固定成本，就是说。在短期的时候呢，随着你的产量变动，总是有一块成本，就算你产量是零，你还是要付出，就算你产量是 100， 产量是 1000， 你付出的钱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总固定成本是那个什么固定生产要素再乘上使用它的这个价格啊，固定生产要素在短期的时候是不能够做调整的哦，不能够做调整，所以不管你产量是多少，它都固定都是那个数字。那所以平均固定成本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再除以产出咯，对不对？一个固定的数字再除以产出啦。那所以说随着你的产出的增加，你一个总固定成本这个固定的这个数字除以 Q 哦，它都是固定的啊，产出一直在增加，那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数字呢就会变类似这样的一个图形哦。想象如果今天总固定成本是1000好了，产量是1的时候，一单位的时候呢，你的总固定成本是多少？1000除以1哦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可是你的产量如果是10的话呢，它就是1000除以10就变成100。你看，产量从1变到10哦，这个成本呢，平均固定成本呢，从1000变到100。那产量如果变到100的时候呢，1000除以100，它就会变成是10。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均固定成本的线呢，它会是长这个样子哦。随着你的产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哦，这个平均固定成本呢，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除以一个越来越增加的那个 Q 嘛，它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越来越小哦，变成像类似这个样子的图形。那平均变动成本呢，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哦。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会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哦。然后呢，我们知道平均成本呢等于平均固定成本加平均变动成本，所以如果平均变动成本长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哦，这个平均固定成本再加上平均变动成本呢，就会得到你的这个平均成本哦，你就会得到你的这个平均成本。所以平均成本呢跟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距离呢，就会是你的平均固定成本这个线画的不大好了，因为实在是很难画哦，不好画。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画的话，你会知道说它会有个状况，就是说。平均成本跟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因为
平均成本等于平均变固定成本再加上平均变动成本嘛，所以平均成本减掉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距离就是平均固定成本。那平均固定成本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为什么平均变动成本长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平均变动成本。平均变动成本呢，等于总变动成本除以产量，对不对？总变动成本除以产量。那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跟大家提过了，总变动成本的图呢，大概长这个样子哦，大概长这个样。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呢？在下一讲我们讲生产函数跟成本函数，怎么样从生产函数到成本函数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可是大概可以跟各位报告，这个东西呢，跟生产函数的样子有点关系。后面这条越来越高、越来越陡的这个线呢，其实跟边际生产力递减有关系，因为边际生产力递减，所以这个会越来越陡，会越来越陡。好，那我们再回来这里，平均变动成本线呢长这个样子，平均变动成本线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呢随便在这个平均变动成本线上面抓一点，然后再跟原点呢画一条线，比方我随便抓一点，再跟原点画一条线，随便再抓一点，再跟原点画这一条线，红色的，当红色的这点的时候呢，表示什么呢？表示产出在这边，产出在这边，产出就是横轴的产出。那纵轴就是你这个时候的总变动成本。所以红色这条线的斜率是什么？红色这条线的斜率就是你在这一点上面的时候，它的总产出，它的总产出在这里，总产出在这里，总产出在这里，所以就是你的这个 Q， 它的总产出就是从这里到这里。那它这时候的总变动成本是多少呢？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所以红色这条线的斜率是什么？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再除以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这里到这里是什么东西？就是总变动成本啊，就是总变动成本。从这里到这里的程度是什么？就会是 Q 嘛。所以它这条红色线的这条红色线的这个割线的斜率，就是在这一点上面的总变动成本除以 Q。红色这条线的斜率就是在这上面这一点上面的。这点上面的红色这条线的斜率，就是在红色这点的时候的总变动成本除以 Q， 就是红色这条线的斜率。所以你可以看到红色这条线比较陡，表示什么意思？在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总变动成本是比较大的。那你看，慢慢到了我刚刚讲到的绿线，绿线的话就变得越来越平坦了嘛。绿色这条割线的斜率是什么？就是这一点上面的呢，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图形跟你说，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总产量在这里，然后纵轴呢是总变动成本，所以绿色这条线的斜率就是绿色这条线绿色这一点的时候的总变动成本除以它在绿色这一点的时候的产出，所以绿色这条线的斜率呢就是绿色这一点的 TVC 除以绿色这一点的 Q， 相除结果就是这个时候的平均变动成本。平均变动成本到蓝色的时候也是一样，蓝色这一点跟原点画一条割线，这条线的斜率呢，就是等于这一点时候的总变动成本除上这一点时候的这个 Q 产出，所以这一点蓝色这一点跟原点画一条线的这个割线呢的斜率呢，刚好等于蓝色这一点的总变动成本除以蓝色这一点的产出。所以蓝色这一点的斜率刚好是蓝色这一点时候的平均变动成本。那你从这个线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在红色这一点的时候比较陡，绿色这一点的时候比较平坦，到蓝色这一点的时候又变得比较陡。所以因为总变动成本的图形长这个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平均变动成本线的是从比较陡再到比较平缓再到比较陡，就会是这个样子。好，再下去呢，我们讲另外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叫做边际成本。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也谈过什么叫做边际产出，边际产出，什么叫边际生产力？边际产出、边际生产力，这两个词都可以互通。边际生产力讲的是说呢，你每增加一单位劳动，生产力增加的量，生产力增加的量。所以我们说边际产出呢，就是总产出生产函数生产函数的斜率嘛。如果你今天是那个短期的时候呢，资本固定固定成本不能看，当它是其他因素固定不动，那这个边际生产力呢，就是
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力所增加的产出嘛，就是这个生产函数，如果是讨论 L 跟产出的关系的，就是这个函数的斜率。那边际生产力呢，讨论的也是一样吧 ，sorry， 边际成本讨论的事情也是一样。边际成本的讨论是什么呢？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呢，所增加的成本是多少？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呢，所增加的成本是多少？好，所以呢，它也是要每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时候所增加的成本是多少？所以它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说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呢，把它的讨论成是极微小的变化，我讨论说非常非常小，比如说今天这个产出可能是100万，那我说增加一单位的这个产出，100万单位里面增加一单位，这个算极微小的变化。当我增加一个单位一个小变化的时候，这个成本呢，总成本增加多少？哦，增加多少？所以呢，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边际成本呢，其实就是什么？总成本函数去求微分呐、啊，哦，总成本函数求微分是什么意思？如果总成本函数是一个曲线的话，非线性函数的话呢，它的微分就在某一点上面切线的斜率嘛。那一点上切线的斜率指的是什么？在那一点上，当我增加产量一点点的时候呢，那个什么总成本增加的率，增加率会是多少嘛？总成本增加率会多少？就是那个切线的斜率嘛。哦，当我当我产量增加一点点的时候呢，那个总产出会增加多少？哦，增加多少？哦，所以这个就是在总成本函数上面的这个斜率嘛。所以边际成本呢，哦，边际成本呢，哦，边际成本呢，哦，也可以讨论当成是说总成本函数的一个斜率。然后，那我们说啊，总成本函数呢，哦，总成本呢，它是哪两个东西组成的？总固定成本跟总变动成本组成的嘛，吼，它是总固定成本跟总变动成本所组成的。那我们说呢，这个 D 呢，三角形呢念 D 啦，吼，这个三角形念 D 就讲讨论总成本的变动嘛，总成本的变动对总成本的变动底下是 Q 的变动啊，如果是讨论极微小的变动是什么？就是总成本对 Q 求微分，对不对啊？我说总成本是两个东西加总起来，总固定成本加总变动成本，我们在微分的那一讲里面有谈到。如果你对一个两个东西加总的东西做微分，你可以个别项去做。所以如果总成本它是总固定成本加总变动成本呢，你要把它对 Q 求微分，你可以就是对总固定成本把它对 Q 求微分，总变动成本呢把它对 Q 求微分，这样就可以了。啊，总固定成本呢对 Q 求微分是什么？总固定成本是什么意思？当你产量在变动的时候呢，它永远都是固定的数值，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常数。它是一个常数，当你产量在变动的时候，它永远固定都是那个数值，所以总固定成本对产量求微分是多少？就是零嘛。这个是一个常数哦，这个是个常数，固定不动的，不管你产量怎么变动，它都固定在那里，所以它对产量求微分，不管你产量怎么增加，它永远都不会变动，所以它就会是零。所以边际成本呢，是总成本对 Q 求微分。那因为总成本可以切成总固定成本加总变动成本，总固定成本对 Q 求微分一定是零，所以它就剩下了总变动成本对 Q 求微分。所以边际成本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总成本对 Q 求微分，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总变动成本对 Q 求微分、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那边际成本的图要怎么画。哦，边际成本的图要怎么画？边际成本是什么呢？原则上它的图画出来可以变成是这个样子。哦，那它会慢慢会逐渐递增，这个叫做边际成本递增，然后边际成本递增。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刚刚有说到什么是边际成本，就是总成本对 Q 求微分嘛。那总成本的图呢长这个样子啊，总成本对 Q 求微分，哦，总成本对 Q 求微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总成本上各点切线的斜率啊，哦，总成本对 Q 求微分就是总成本线 各点上面的斜率啊。为什么要对分？我再复习一下边际成本的概念是什么？每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时候呢，总成本增加多少嘛？那我们说这个总成本线是这个什么非线性函数啊，所以我们不会讨论它只增加一单位，我们会讨论说它增加极微小的单位的时候，比方说今天这个产量是100万，然后增加一单位，哦，这个算极微小的变化嘛？增加一个小微小的变化的时候呢，这个产出增加，哦，产出的变动率会是多少？哦，产出的变动会是多少？哦，产出的变动会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在数学那讲就讲，这个就是总成本函数呢对 Q 求微分。当产量增加一点点的时候呢，当产量增加一点点之后，总成本会增加多少？
哦，总成本会增加多少，所以这个就是总成本线上面的斜率。那我们在这个总成本线如果它长这个样子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它本来什么？本来比较陡，后来又变得比较平坦，最后又变得比较陡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哦，因为这个图实在是不大好画，哦，所以我们画成像这个样子，哦，没有让你看到这个慢慢递增的趋势，然后变成是一下子就递增了这个趋势，然后不过 anyway， 哦，你总是可以看到这个它在边际成本那个边际成本那个图呢，哦，是这样子一个 U 形状的，哦，一个 U 形状的，哦，那最后呢这一块有一个边际成本逐渐递增，哦，边际成本逐渐递增的这个现象其实跟边际生产力递减是有关联的，哦，这个下一讲呢我们再讨论怎么样从生产函数到成本函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然后，所以你看看这个总成本线，刚开始平比较陡，后来变平缓，后来又比较陡。哦 ，MC 呢就是各 TD 各点上的斜率，后来变比较陡，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边际成本递增这件事情。然后，好，那我们把这个边际成本线呢，跟这个 FC、ABC、AC 的这个线呢，把它都串起来，然后把它都叠起来。好，哦，那最后呢有几个特性要跟大家说明的啦，就是说在这个如果你把这几条线都叠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这个样子，哦，边际成本呢跟平均变动成本的交点呢是平均变动成本的最低点，哦，边际成本呢跟平均成本的交点呢，哦，刚好也是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哦，这个是数学上证明的出来，然后不过在这个我们比较初阶的课程中不会去讲这个证明，哦，可是大家可以把这个事情记起来，哦，它有这个特性，因为用数学上可以证明说它总是成立，边际成本跟平均变动成本的交点刚好是平均变动成本的最低点，平均成本跟边际成本的交点刚好是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哦，有这个特性，哦，那这个等一下之后呢在我们讨论那个厂商的供给决策的时候会有一些作用啦，会有一些作用，所以大家把它记起来，哦，所以在这一讲呢，哦，大概就跟大家，哦，介绍了这个成本函数，哦，也跟大家介绍成本函数大概长什么样子，哦，那在下一讲呢我们就来讨论如何从生产函数接到成本函数，为什么成本函数会长这个样子，这个跟生产函数有点关系啊，哦，有点关系啊，哦，好，我们刚刚把它讲了，把它记起来，哦，边际成本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相交，边际成本呢跟平均变动成本的最低点相交，好，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成本函数，我是中山气管设建员，我们下次见。